的筷子。我们两个突然造访，还留下来吃饭，真不好意思啊。没关系的，你们多吃点儿。还有这碟小菜，也尝尝看吧。什么是小菜？就是指在吃饭的过程中能消除前菜的余味，让嘴里清爽的菜品。哎，这是只有用筷子的国家才有的词汇哦，比如筷子倒下也会好笑的年龄那类的。筷子倒下也好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像筷子倒下这种小事也觉得好笑，是形容少见多怪的意思。那是多大年纪啊？大概是高中生那样的年纪吧。这也没那么好笑啊。爷爷，你不是这个年纪，而是上了年纪。真的好想快一点就到那个好玩的年纪呀。小丸子，你不就是过着也很开心的生活吗？姐姐，你怎么了？看上去没什么精神呢。没什么，没有那回事了。是因为鸳鸯筷丢了，所以一直很在意啊。鸳鸯筷是新婚夫妇定制的一对筷子，其中我用的那双筷子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了。我太在意了，所以就说出口了。不过可以理解，成双成对的东西缺了一个总是有点介意的。是啊。第二天，小丸子能帮我摆下筷子吗？好，这双是爷爷的，这双是爸爸的，这是……哎呀，妈妈，我的筷子怎么会少了一根？啊，看上去好好吃的汉堡，好奇怪啊！这盘最大的一定是妈妈为我特别做的。哎呀，小丸子的筷子怎么找不到啊？妈妈，今天我就用刀叉代替筷子吃饭吧。吃饭也不用碗，直接用盘子。我开始吃啦。小丸子的另一根筷子突然找不到了。啊，有一种在餐厅里吃饭的感觉。真是个省钱的家伙。在不用筷子的国家，人们每天都是这么吃饭的呢。世界上还有不用筷子的国家呀？确实，世界上最多的饮食方式就是用手直接抓着吃。哎，直接用手抓吗？我觉得还是用筷子夹食物的方法最好，分东西夹东西一只手就能做到了。但是也有一些不用筷子就能方便吃的食物啊，吃意大利面可以使用叉子，吃蛋包饭可以用勺子。哦，对了，妈妈，在我的另一根筷子找到之前，你就给我做不用筷子也能吃的饭吧。哎，比如说呢，寿司、咖喱、牛排都可以呀。吃咖喱就用勺子，吃牛排就用刀叉，吃寿司就直接用手吧。没有筷子也能吃的食物全都是我喜欢的美味。不准再说这样的傻话了，快点吃饭吧。那就给我买双新筷子吧。过些日子就给你买。过些日子是什么时候？奶奶，那是什么？这个是我和爷爷刚结婚的时候啊，朋友送我们的特产。哇，好漂亮的筷子。这双鸳鸯筷真美啊，闪闪发光的花纹好可爱呀。这叫若霞图筷，是产自福井县非常传统的筷子，上面的花纹像是用贝壳做的。哎，你看，这么漂亮的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哦。在丸子的筷子找到之前，你就先用它吧。哎，可以吗？收到筷子以后还一直没有机会用它呢。既然是筷子，与其放着，还不如有机会用用呢。哇，谢谢奶奶。第二天，全托着筷子的福，感觉这简朴的早饭也比平时好吃了呢。简朴的早饭委屈你了。这个，你看你啊，小丸子。这东西看上去很好吃啊。哎呀，
小丸子，抱歉，真是的。哎，丸子啊，不可以用筷子扎食物。嗯，像你刚才那样用筷子扎食物，不但不礼貌，而且还很不吉利呢。是，但是我用不好这双筷子。这双筷子对小丸子来说可能有点长了。好像是啊，一般孩子用的筷子长度大概是手长再加这么一点长度就够了呢。原本以为这双可以用，看来啊，果然是不买新的不行了。哎，要买新筷子了。就是啊，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因为用不好筷子而被看作是没礼貌的孩子的。下次一块儿去买吧。嗯，刚才高丸先生送来了蛋糕，你们也吃一点吧。太好了，那么我去拿餐具过来。我也去帮忙拿餐具。叉子应该是在这里。有了。哦，在这儿呢。原来是混进客人用的筷子里了。可是我好想要一双新筷子啊。小丸子，叉子找到了吗？没关系，我拿过去就好了。好。第二天，哇，各种筷子都有啊！这双筷子好漂亮啊！妈妈，我想要这双，买这双吧。哎。哪双？这么贵的筷子不行。你看这双，买这双，这双就够了。咦，我要刚才那双。啊，不好意思。嗯，没关系的。哦，是姐姐，小丸子。你好啊。啊，你好啊。难道你也是来买筷子的？是啊。我的那双筷子我还是找不着。是吗？你要买什么样的筷子啊？朋友送给我的其实是这样的筷子，但是价格都太贵了，我想我还是买双普通的算了。可那是很重要的筷子呢。嗯，结婚后我就一直用着那双筷子。小丸子也是来买筷子的吗？嗯，姐姐，你仔细找过筷子吗？是啊，没准儿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呢，比如说不定就跟客人用的筷子混在一起了。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回去再好好找找吧。谢谢你啊，小丸子。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哦，姐姐。哦，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嗯。小丸子，你竟然说跟客人用的筷子混在一起了，亏你想得出来啊。没有啦，我只是说有可能是那样。我们回去了。哎，筷子呢？我们回家再找找看吧。找不到，等一下。哎呀，筷子居然会藏在这里呀！啊，小丸子，其实昨晚你就已经找到筷子了，然后因为想要新筷子，所以故意隐瞒。不是的，根本不是那样的。筷子比较好用啊，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嗯，啊，我今天在卖场里碰巧遇到了阿良的老婆。是去那里买筷子的吗？嗯，其实他还一直惦记着那双丢失的筷子，所以我就让他再回家里好好的找一找。喂，是小丸子吗？姐姐吗？嗯，我想告诉你，我找到筷子了。哎，真的吗？嗯。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跟别的筷子混在一起了。谢谢你啊，小丸子。没事，我原本以为我的筷子一定是弄丢了，结果还是找到了，真是太好了。如果要吃饭的话，筷子用起来是最好的。嗯。
虽然没能买双新筷子，但是小丸子认为用自己用惯的筷子吃饭才吃得最香。小丸子憧憬摇椅。大小姐，茶已经泡好了。谢谢，你就放在那边吧。是摇椅，总觉得坐着很舒服呢。告诉你哦，我上次啊在同班同学的家里坐过摇椅了呢。哎，真的吗？感觉怎么样啊？坐着非常舒适，有很奢华的感觉呢。哇，大小姐，茶已经泡好了。摇椅呀、啊！我也是，我也是啊！作为人生的里程碑，就坐一次也好啊。妈妈，我们家也买一把摇椅吧？啊？怎么突然这么说？很好嘛！如果妈妈每天能坐在摇椅上支一会儿东西的话，感觉就能变成贵夫人了呢。这贵夫人吧，即便不坐在摇椅上，也可以支东西的。话虽然是这么说，真是直率有余的说法呀。是这样吗，丸子？看吧，总觉得不太一样呢。要是摇摆的幅度再大一点呢？我试试，尽量往后一点。啊，就是这样。摇椅的感觉有点出来了呀。哎，哟。丸子，你没事吧？我没事，真对不起。普通的椅子果然没有那种效果呀。几天以后，您需要帮忙吗？开衫的扣子不小心掉了一颗，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真是太好了，小姐，谢谢你。您不用客气。哎呀，你的手弄脏了，我家就在附近，请到我家里去洗洗吧。好的。老头子，来了位可爱的客人，他说他叫小丸子。欢迎你，小丸子同学。我打扰了。是摇椅。要是觉得有趣，就坐坐看吧。可以吗？请坐，请坐。那就……哎呀，好像很难坐稳当嘛。没关系，不会摔倒的。放松身体，更轻松的摇摇试试看。更轻松的摇。啊，感觉好棒。小丸子，吃点点心吧。哇，是布丁。我有个叫冰淇的朋友，非常擅长模仿食物。这是魔芋丝，很有趣。谢谢你们的款待，今天真是很高兴，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欢迎你再来玩。那么我明天可以带我爷爷来你们家玩吗？你爷爷？他说就算作为人生的里程碑，这辈子能坐一次摇椅就满足了。当然，非常欢迎你和爷爷来玩。可以的话也带你的朋友一起来玩吧。太感谢你们了。你去了公园附近的丽媛家？他们家有一把摇椅，还让我坐了一会儿呢。怎么样，摇椅的感觉不错吧？实在是太舒服了。那位丽媛爷爷好像是从电影里出来的男主角一样，是个很帅又很温柔的人。那位丽媛奶奶也很温柔，还请我吃了布丁作为点心。
这么说，那边好像就只有爷爷和奶奶两个人生活。嗯，是两位非常和蔼的爷爷和奶奶哦。丸子，难道你想成为那两个人的孙女吗？我约好了明天再去他们家玩。果然，丸子，不要抛弃我这个老头子啊！再见了，爷爷。不用这么钻牛角尖吧。他们也非常欢迎爷爷一起去。嗯，爷爷不是说，就算作为人生的里程碑，这辈子能坐一次摇椅就满足了吗？爷爷，你呀，又说这种无聊的话了吗？哦，是啊。明天爷爷和我一起去丽媛先生家吧。你可真是厚着脸皮呀、啊！不就帮了个小忙吗？怎么连爷爷也一起带去了？不，明天我也要去。谁更适合当丸子的爷爷？必须，我必须应战。第二天，哎，有摇椅的人家。是啊，那个奶奶说我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一起去他们家玩。小玉，你去吗？哎，好的，我要去。那么我们一起去吧。嗯，我回来了。爷爷，让你久等了。总觉得今天的爷爷和平时有点不一样的。是吗？作为丸子的爷爷，总不能穿得不像样就和丸子出去啊。你也太起劲了吧。你好。欢迎你们，小丸子。打扰你们啦。请请吧，不要拘束。嗯，看起来敌人好像很难对付啊。谢谢，我孙女儿承蒙你们的照顾。没有没有，我也非常期待能跟小丸子见面的。是这样啊，连我也受到款待，真的感到很荣幸啊。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把我的孙女交给你的。哇哇、哦！快点，小玉，快坐上摇椅试试。嗯，一定不要多用力，只要放轻松坐着摇摇就行了。好的。对吧，对吧？闭上眼睛的话会更加舒服的。呀呼！啊，你是怎么了，小玉？你说哟吼。没什么。啊，小丸子的爷爷也来试试看吧。哦。也是啊，既然这样，我也做一次。不会有事，不会摔倒的。真讨厌，爷爷还叫得那么大声，一定要放轻松，放轻松。要放轻松啊。这是？哎，什么样的感觉？前方就是敌人的城堡了。救救我！公主，等着我，丸子公主。呀！等我，我现在就来救你。爷爷，你这是？我开始吃了。真好吃。是吗？太好了。听说小丸子要来，早上开始干劲十足的做的。哇，是奶奶手工做的呀。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仅有摇椅，饼干也很好吃，真的超级幸福啊。啊，跟我比起来，丸子更喜欢他们两个。嗯，照片上的孩子是你们两位的孙子吗？对呀、啊，照片上那个是我的外孙。是这样啊。那个摇椅也是因为我的外孙喜欢。现在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啊。女儿夫妇因为工作的缘故，现在在国外生活。原来是这样。但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休假回来的。
所以今年再过些日子又能跟他们见面了。这真是太好了。是啊，应该又可以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了。因小丸子太可爱而胡乱担心的有藏。啊，电视节目好像就要开始了，爷爷快点！啊，丸子，别慌慌张张的，会摔倒的。这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幸福。真是的，男生为什么那么小孩子气，总是缺乏思考？男这个汉字是在田里用力这样写的，希望男生能变得更坚强更可靠。下一集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对男生另眼相看和小丸子的趣味汉字之旅，敬请